哦哦哦，要降下来，降下来！我操，没事啊，今天。旁边有电线杆，所以我完全不能转。OK 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下来下来。那几那几那个，赶紧把它轰下来啊！哎、欸，路人进去了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，啊、他怎么进去的？先知，我看他在里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掉下来！哎、欸，他真的在里面呢、欸。他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面快要放连弹，我看到了。没有，他没有在里面，他是在后面而已。哎、欸，我，他怎么进去了？欸、我刚看他是进去，然后现在又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在后面啊，还是那一颗？等一下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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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小心丢手榴弹。哎、欸，看，对不起。里面烧起来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里面烧起来了，车头烧起来了，有没有爆炸？车头没人，我要轰一下喽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在车头。哦，那不要。哎、欸，谁谁在赶上来吗？我那个了。我满的满的满的，车满的。哦。该怎么？帮我等一下来回跑。我想一下。科长，奶力奶力骑摩托车，不、哦，奶力开飞机来了。啊！按错按错，爆炸了。哎、欸，没事，奶牛还没爆。没事，它是粘土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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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。好饿、喔，想吃泡面。所以他那个到底有没有进去啊？他刚刚，我刚刚看他有一瞬间进去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有。我看到也有进去。是的、啊。可是我看到的时候，他是站在那个架子的后面的部分。欸、反应这有没有可能直接进去啊？有，这边都是树哎，我不能在这边，太危险。那宽东有没有讲话？嗯？宽东都废了吧？等一下讲话了，我有刷好进去哎、欸。你们是用跳的吗？你可不可以在游戏里面讲话跟我们讲？喂喂喂，现在在哪里？我有进去啊。我要跳伞吗？能用跳伞还是你要直接下？我不知道，我在车头走一走就掉进去了。没问题，我跳伞一定可以成功。他在车头走一走就掉下去了。冯迪拉不是冯迪扎？冯迪拉？冯迪扎？冯迪拉是谁？我要上车了，可是我好像会勾到树哎、欸。糟糕，我好像真的会勾到树。我靠，反应你在旁边特技表演。看好了，巧克力来喽！哎、欸，哎呦！哎呀，勾到树！哎呦，你还是落地了，就是可以从后面。啊啊！靠呀！哦，我刚刚已经跑出去了。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被火车连三撞，谁可以载我？哈哈哈！哇！哎、欸，护士！哦！哎哎哎！直升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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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升机！回头了，回头了！直升机扫到我了啦！哈哈！我回头了，我回头了。哎、欸，求求求载一下。Hello， 小强怎么了？小强在冲动什么？嗯？等一下，我刚刚在看泡面。好了 ，Go。小强想要打佣兵哦。佣兵？哪里有佣兵？我可以叫啊。不是，我是想要那个把它用到五星，然后让警车满追着我们满地的跑的。太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上面是不是有人过去？满的满的满的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速速回来，速递。加好加好。嗯。
佣兵来了吗？我们看到佣兵啊。佣兵很慢。嗯，要炸要炸吗？老天，要。哦，载不到了。要不要我骑？如果没上来，他有掉下去了。没有没有跳到飞机上。黏死我了！本土啊，嗯，如果你精准的话，等一下如果过那个有桥梁的地方啊，你可以走边边，然后让机车跳到上面去。嗯，我知道那里，可是那个要减速一下。来炸！不然会飞过头吗？我开到车了，会飞下去。等一下飞出去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小强，等一下你买子弹的时候应该蛮多钱的。应该哦。花个10万块左右，啊，您到佣兵那不来？啊，在。哎呦，哦、哪里下？你在干嘛？看我跳过头，被火车碾死的。反正飞走了。哇！哎、欸！爆炸声！我把车开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超猛的、欸！不要撞我！我哎、欸，楼下怎么会有人想射你们啊？那个啊，佣兵。哦，是佣兵哦。这个就不能太靠近。我们在后面了，我们在后面了。好，把车子开上。我有办法从这边跳上去吗？我很好奇。至少达成了一个成就。我觉得再撞下去，车子会坏掉。我要等他旁边的位置，因为我先去泡个泡面，我站在车头这里。他说小强已经逃过佣兵了，什么？他还退钱给我，我从头到尾没看到他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哦，小心！哦、飞上去、嗯！这里我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技术。不是斜的。嗯。不要这个时候打电话来，到底谁啊？我急。Hello。喂。Hello。Yes。上车，上车。Yes， 我很厉害。哦，繁星，我收起来了。你收起来。爆炸。蓝绿灯。你正面有警车，为什么 ？Yes， and they said， 有人有心吗？you guys 为什么有警车在那个上面 yet, ？So they can't start fixing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，直升机来了。哎、欸，哪里？啊，回来了。蓝绿刚丢什么？为什么烧起来？来了，我们一定都没有警车，好猛，为什么？我三星呢、啊？哎、欸，直接去撞火车，这样。不要，我会射到你。Yeah, but they say you haven't sent anyone yet, so. 哦、oh.。我要飞上去，我要飞上去。哎、欸，我把你佣兵干掉。来来，我要飞。你佣兵好弱、哦，佣兵。飞呀、啊！确定要飞吗？不炸！这是干什么？被挤下去，被挤。又是一条龙。还有一台车被挤下来。这个奶绿的还会更惨。我这个已经冒烟了，所以再挤多几下我就爆了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我现在。我着火啊！我叫白鸟。叫一下。叫二群鸟来。他怎么进去的？这台车是谁炸掉的？他怎么进去的？哎，我想要玩这个，你先不要、哦，你先不要轰他，我想要玩这个。哎、哦欸，你白鸟来了吗？后面他在传送了。他射得到吗？你要算好那个抛物线。哎，往上飞嘞！我看到了，是不是这台？哎、欸，我急。嗯，我看到一台那个有透很像镜子的那个摩托车。哎、欸，我测试都是这样的。不要惹到警察、啊。No, 没有，对他只挡住他。后面。你帮我随便标个路，让我哎、欸，其实也不用，我骑。不用，你看着那个跟着轨道就可以了。其实跟着警察也可以。这边吗？他是有在追人，还是自己要飞走？这个方向吗？我觉得开反了，这个方向，对，这个方向。这里。开反了。这样子吗？你看那座桥，然后往右边走就是，不是这个轨道，你就没有瞄准的超难红道。我直接给你标一个那个他们在哪里？奇怪啊，大概这个位置。
哪个位置？哦，大概这个位置。它有的铁轨是没有火车会过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挤的这条是有效的吗？没有，应该是应该差不多这条吧。对，应该是这条。哦哦，对，这条没错。我不知道，我把那个拿掉。知道。我先休息喽。哦，来，加油吧！加油，失去了一名战友。对啊，晚安。然后我们这里就凑整数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他闪掉了，好猛！刚才你玩地上，我以为地上那块东西是那个什么感应室里的、欸。好呀。我车牌是 Mr. Sunday。Mr. Sunday。我被把路人给敲死了。我们应该差不多可以了。我有车。OK 的 ，OK 的，有我在。为什么有人被通缉了？为什么？歪逆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飞，这边可以飞。啊，不行，这边不能飞，这边不行，这边这里扁的。那废物下线之前还选伤我。去你妈的！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哦，算了。哦，前面可以飞，前面可以飞。还可以，可是要早点飞，不然我会跟刚才一样被挤到。哦、oh, ，fuck！ 为什么从上面掉下来？不知道。看一下。瓦塔西。要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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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飞。嗯。等一下，直升机也跟上了，跟车子一起。嗯，开那么快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好像有撞我们的感觉，想撞我们的感觉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飞啦！可以了。Please move. 哎 ，Please move. 啊，有飞可是没飞到那里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一个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昨天那还好吗？OK，OK， 没搭车。开旁边那条小路啊，这里有条那个小路。嗯、为什么掉成两颗星了？对啊，星星会降，我只剩一颗星了。哇、啊，那只剩……你是不是在这里？我在这边。刚好下这边。我在那个桥的另一面，啊、另一边，你可以用桥过来。哇！我想把抢来整车比较快。哇靠！繁星不要这样。这车性能有够烂的，上不去了。在火车站会一直看有人不由自主的自己在站在原地摔倒。嗯，我叫一下我的那个，等等，我要去保险公司讲一下，我的车子爆掉了。那我要载你吗、嗯？不用，没关系，你先走，我叫我的摩托车。那我去追我的车。嗯。开车好慢哦。会吗？我觉得比我那还快。白鸟很快了，白鸟算比较快的，不是它比白鸟快一点的四轮驱动。嗯，不是、啊。哎呦，我都开越野的，比较耐得住，只是很容易，刚才就已经快爆了，刚才已经爆了。当时杀了谁呢？我来啦！我也来啦！我要挑战跳上车子，连同机车一起。哎哎哎，繁星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繁星那招可以用哎、欸。我站不起来。哦，我看他一直在摔倒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哎哎，我被车子夹死了！起来，这个废物，阿美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烂，烂。五分钟。Fucking bad game。由于你长期良好的行为获得2000，自杀也算是良好行为吗？直接再丢烟雾弹，我差点死掉。哇、啊，给一台快车吧，就你。虽然我不觉得你这台车很快。我们要回都市了耶！天哪、啊，这任务我要挑战从这边。你又把他靠死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直烤死他啦？我要上去了，我要上去了。不行啊，不能站我旁边啊！站我旁边，我在射的时候都自动烤他。好嘛，好嘛，我落后一大段。我要挑战从山坡上飞到火车上。
是树。嗯，这里有人，是谁？来来来来，我来啦！回到城市了。别路人，哇，有点远。哇靠、啊！干！路人撞我。给他够了。完了，下次如果爆炸的话，他会粘到我。来，现在。来你！哇！哪里被挤死了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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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核弹！哦！哦，跟上跟上了，终于跟上你们了。我竟然复活在山上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！怎么都是车子在这隧道里面？大家都在车上了吗？我先从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前面怎么两个人？吃个面面。哦、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！我要冲上去。你心跳跳了120下。哎、欸，不要弄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推到。哎、欸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, 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失败一次了。哎，没有，再一次。啊，我也失败了。那就在前面开着一直乱撞，那、啊、这里也只能这样啊。今天你要骑着机车上来、啊。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跳？这个桥上面我们跳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下车直接在火车下面、啊。我上去，哦、oh! 嗯。这里是有什么东西？这边没有东西跳。哦，这是草丛啊，奇怪。这里没有路人可以射吗？我这不要跑。今天你在干嘛？今天在想办法用摩托车冲上来。嗯，我记得有一个单机任务，有一个就是要骑摩托车飞上来。有啊。哦，第五关那个最后那个摩托车最机车的啊。不是要接第五关？你不是要挑战骑摩托车，然后飞上战斗机抢下来？哈哈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在玩那个《战地风云》吗？这是什么都可以抢。那你说那影片吧。哎、欸，前面这个可以掉，可以吗？我试试看。我这越野，我觉得越野比较适合跳。那路人可以挤我。这里能跳吗？啊、这个有得跳，这个有得跳。这个、哦，这个上去了，上去，砸不行。失败了。你们先试试看，我那个上不去，哎、欸，不要撞我。上得去吗？我下去了，我到桥下。失败就是下到桥下。其实好理差一千里，而且这边竟然还有个该死的湖。我试试看哦。呀、yeah, ，上来！干不行。我也失败了。他在我爬文爬到一个新的方法，可是不太确定。好，而是28号的新方法，我来去试试看看。好，那我在哪里？是